你就不能再待一会儿吗？我走了，我赶紧把这事弄完。你别去吧。不是，你都跟我处对象了，你去跟他相亲去，那多不好。我是回家跟我妈把这个事儿解决完。你傻呀？那我跟你一起去呗。我不，我相亲，万一是一个多金的帅哥。你怎么跟你妈说的？我跟我妈说完了，我不去，让我姐去。人让你姐去了，太损了。去吧，她也该结了。然后我妈跟我问一下，问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你什么情况？你什么工作？什么收入？什么家庭环境？那你咋说的？那我也不懂。咱俩本来今天才见第二面。问我什么时候结婚？那你是怎么说的？那你什么时候娶我呀？那现在呗，嫁给我吧。略带敷衍了啊，兄弟。这不正好吗？你看，你戴一下看看。你套我手上呗，爹。太服了，不想搭理你。再见吧，兄弟啊。干嘛去？求婚，我去找谁去？你等等我呗，我能跟你求。拿这小破塑料。那我跟你求婚，你会答应吗？嗯。我跟你求婚，你会答应吗？哎，看我心情。春杯参透我。